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地摊儿，然后我们看看今天能淘到什么好玩的东西，给大家做个分享。今天呢，这个旧货市场的人还是挺多的，而且今天特别热啊！今天是特别热，今天天气，看着大家都已经在这个阳棚底下了，然后出摊了。这都是一些旧的一些东西，反正这里边什么都有吧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，看今天能淘到什么好玩的东西，然后给大家最后分享一下。这发现了一个创汇时期的东西，这个应该是个清前十的，但残了都没啥意思。这旧货摊里边什么都有吧，这是你看看花盆儿，还有这种什么鼓，挺有意思的这个市场，大家没事的话可以来这儿逛。两个用了。刚才买了一幅那个烙画，然后呢，一会儿回到家给大家拍一下，大家看看买的值不值。这是今天淘的一个烙铁画，应该是个木板的，应该是一个三合板的感觉。这东西应该是80年代的东西，80年代的。然后画的是一个，应该是一个，这叫什么？刘海戏金蝉吧，应该是。上面手上拿着一个小青蛙，然后这底下是一只田园犬，画的还是挺不错的感觉，很有味道。这个人应该叫张义干，这个是庚辰年的，应该是80年代的东西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更多视频呢可以在下方点击关注，谢谢大家。